些被动，很会。挠诶，跳机啊你，真是的。他等下就会关被动，哎，这是好友。瞬移走了吗？干外挂，跳上去，跳上去！快快快快快快！真是的，啊，有录到，有录到。那是坦克吗？好像不是。
没有飞机，感觉有人，飞机快出来，有了。三小，好了，在这也行。哦，谁会去买那个650万的东西啊？直接偷就好了。哎呦，那是火箭狂雷吗？好。这是大师的哦，第一个就拿你开刀。到你了，高速公路。哦，不是火箭狂雷，是 APC，APC 那就更棒了。哇，两轮还烧不死啊！就不信你这样轰得到人啊！迟早被我这样打死。哎，看。好，我技术太差了。哦，太棒了，战局中两个好友。哦，他们在杀人。GTA 哦，干，不会吧？又是那个外挂？不行！哦，还好我记得他是外挂。哦，有人在杀人。OK，既然有在杀人，那我就不用客气了。还有悬赏，太棒了！飞机转一圈，就有飞机了。哎，看怎么有人？看不能啊，有人。希望机棚里面没有人。有什么机转？机棚。
，nice，这些机棚没有人，每次机棚这边都站两个人，都不能投，一投飞机就被打坏。紫色组织70，OK，救他们吧。这里哦，你要进机场吗？看到你了。哟，刚差点冲了地。知道才有鬼啊！在哪里啊？哦，在那里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再绕一圈。哦，3000块钱上，还好。啊，你不站在你车子旁边哦。那是什么？火神吗？不对，你等级还不够有火神。好了，看来我要飞高一点了。感觉哪里啊？很会跑哦，还是用平飞的给他打好了。在那里啊。上飞机了，找死哦！哦，货物，难怪。OK，我把货物炸掉了。OK，值得，值得，可以挑战局了。我感觉他应该气死，是说我算不算被他杀掉啊？不知道，哦，技术真的有点烂。又一个悬赏的，好，就是你了，190等。
没有人。摧毁军火走私，哪个组织的呢？应该是紫粉红色的。悬赏看起来比较近，先去。啊，到底要哪一个呢？正犹豫呢。先去悬赏好了。看一下地图。哦，看来那个货物比较近。哦，我来了。那是谁啊？有什么东东？巴士的。哦，看到你了！我敢！哦，一定是那个。叫个哪装？好！我靠，这个真的，看来不行了，回去换飞机吧。哇，那个真够痛。对，还有通气，麻烦了。流通器吧。没事了，直接跳伞了。回机库直接消失了。这怎么都没人啊？真假的？哦，有人，小心！那个应该是那个那叫什么重型装备，感超级痛哎、欸！我应该是刚飞太近了，不然应该不会这么痛。就看你吧，好像好多人在跑啊，好多人可以打。这里都不升飞机，有点讨厌。哦，你怎么跑这么快？你怎么飞这么快？停下来！哦。天啊，这飞机太快了啊！太快了！为什么这样也会被通气的啊？我觉得那是坦克。快！飞机不要被打坏。好，我成功跑掉了。欸，那有台飞机。认真。哦，那是我的飞机智障。欸，悬赏不见了。啊，我刚真的应该直接去悬赏的。没关系啊，没事。
在杀人，这样我都找不到目标了。CN， 好，就你吧。在哪里啊？我看到你了。你在动吗？感觉没死哦，是我技术太差吗？好，看来他是外挂了。他开始动了，他开始动了。嗯，谁在杀谁呢？我又是那个 L 什么东东的，哎，吸烟被杀掉了，所以不是外挂。神机，哇，400等，哇，你到底玩多久啊？那个 L 什么的人待在哪里？哦，就是你，就是你这个爱杀人的。哦，他离开了。哦，这两个，真是的。死亡运车手，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里，红色点点。真幸运呢、啊，现在地图上刚好有台天煞在飞哦，死亡运车手。诶、欸，这是那个吗？400等的。哦，直升机哦，我感觉那么硬啊，直接用飞弹打好了。好硬欸，又有人在杀人了。我刚刚那个居然直接跳上去哦，暴君。啊，他还没杀人就不要理他了，先去找那个在杀的，是你吗？我记得不是你，是你是你吗？嗯，我也不确定了，干，你们在追逐吗？到底是谁在杀人？你们吗？感觉是你们哦。哦，这是你啊！哈哈哈！遇到天杀，待在哪里？待在哪里？哦，我真的技术不佳呢。他要追我吗？他在追我哎、欸！你在想什么？
终于有好玩的，天煞格斗能力没有那个狂焰强，所以我这样。好像有炸到他一发，好像真的有点难找到他。Nice，Nice，哦，今天最精彩的一彩战斗了，太棒了！接下来呢？暴君啊，90等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哦，野人，不是野人，那个叫什么？猎杀者。来，我来看猎杀者。听说你买了新的直升机？让我们来瞧瞧。看到你了，哎呦，哈，几等啊？88等，OK OK。这样就不会有罪恶感，哈哈哈哈。像大家看暴君，暴君应该很难打，好吧，去试试看好了。防空拖车，吼，真有你的，感觉是针对我吗？干，用炸弹。明明是我自杀的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了。